三，test test。先拉掉哦，哦，对，因为我们在试声音啊，因为我们现在已对，经就是现送在在线上，有，现在有。要矜持哦，现在网络上都听得到我们的声音，不可以。我12年没有在台北做演唱会，那我们的演唱会的名字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啊、哦！人生若只如初见，9月29号第一场在小巨蛋的演唱会，我会希望就是说我站在台上是很从容的，然后我一首一首的唱它给大家听，然后。可能这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可能是我的故事，也可能是台下观众的故事，所以我很希望坐在台下的观众，他们真的就是谢谢有我的陪伴，其实我也要谢谢他们一直对我的不离不弃。我希望它的完美是在于就是说我自己是非常享受的，然后我的歌迷朋友们他们也是听得很过瘾，然后他们也是很享受的。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以为伤痛会过去，以为自己无可代替，爱无可代替。9月29，辛晓琪首次台北小巨蛋《人生若只如初见》演唱会，4月15号下午1点 ，KK Tix 全家 Family Pool 同步开卖。天哪，你买票了吗？你有买票吗？我当然有。那你干嘛自己买？你为什么要包票？你让别人买不到怎么办？不是啊，我自己的家人啊。你叫他们来进来就好，就坐在那个贵宾席，你干嘛浪费别人的位置？喂。怎样？欢迎辛晓琪来到安大明星，好，大家好，大家好，建安你好，哎呦，好嗨哦，好嗨哦，中午12点呢，然后这里仙气满满，你就是仙女下凡的概念，真的啦。刚刚今天整个办公室的人都又紧张又期待，然后因为在你来之前还先做了一个小小的活动，嗯，就大家为了哎。哦，好，那待会会有一个欢唱九宫格，就这边一堆朋友啊，那边票选一些我们所谓最想听到的辛晓琪的歌的概念。在点歌吗？不敢说点歌啦，因为中午12点怕你嗓子没开，然后你如果不想唱，我也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嗯，那你今天还好啦？我今天早上8点起来化妆弄头发，是睡不着吗？还是什么睡不着？我们必须要这么早工作。哦，因为你第一个通告哦在中午嘛，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早就要开始，真的很敬业。可见你也是就是很在意自己，就是一定要头发弯几度啊，然后哪个大波浪要成卷到哪个高度。不是啦，我总不能素颜来吧？素颜也漂亮啊，有什么关系？你都在。可是问题是，对你的节目没关系啊，我接下去的节目有关系啊。你这样子就有分别心了，真的。你看吧，好开心哦。然后其实。
演唱会对你来说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些工作当中的安排，应该可以这样想。其实也不是、欸、完全不一样。这一次小巨蛋非常跟我之前的演出都很不一样。有什么你自己认为的？因为毕竟是第一次在小巨蛋演出，然后我、欸、真的耶、嗯、是，对，然后我们真的我们的规格我的意思是说，是大家买票进来的朋友们一定都不会觉得、嗯、好了，我这样讲好了，应该就是很值啦。当然值，当然值。而且我会觉得说，其实像以你这样的，我们康长可以讲康长嘛，但比较容易懂，就是这种层次的歌手。然后我相信很多你喜欢听你歌的人啊，都是有消费能力的人，就是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然后我反而会比较想问你，就是你会希望有多小年纪的人进来听你的演唱会啊？我认真，我认真的，我这句话是很认真。我们都是你不要说别人，我们家就有两岁多的。那个不算啦，那两岁多是陪爸爸妈妈，就是我真的很担心他们可以坐那么久吗？坐到一半给我大叫怎么办？不会，你要有个哺乳区啊，让他可以换尿布，这样就好了。认真啊，你就是要完全贴心的服务。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你都尝到人家爱情了，就关心人家的家庭有什么不好呢？大家都在那个地方，可以在那个如同在家里一样的温暖，然后听你现场唱歌、嗯、感觉真的很嗨。导师真的，我导师真的希望大家进来就是、嗯、很轻松的，然后就放空这样进来，然后就开始听我的歌、嗯、是，然后一首一首的，然后我相信会有很多的回忆、嗯、或者是有很多的感动。真的，对，嗯。而且有些时候听到这首歌，然后想到自己的那个年那个年代、嗯、或者 那一年做了什么事。对，其实你的歌已经变成大家在记忆自己生活重要事件的一种置换的符号密码。其实我自己也是用我的专辑去记录我的生活、嗯、所以就是说可能哎，我这个歌然后那个阶段我就会想到说我那个时候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是，那我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嗯、或者是说那个时候在做什么。嗯，对，真的。然后我会觉得说像你这样子，我刚刚笑笑在讲说，其实我真的是今天算应该不是算，就今天第一次这么近跟您做算是访问好了、嗯、就聊天。刚刚那个欣晓琪到我们现场说、嗯、大家在那个休息室其实好嗨哦，你有我们那个想象意料之外的轻松跟对大家的亲切，而且感觉你也是一个很爱讲冷笑话的人、嗯那你不要放弃这个才华可以吗？你不要太过那个在演唱会上有很驚的状态，即便你如仙女下凡一般或是如妈祖出巡一样的那种姿态，你依然也要感受到。又來的，真的吗？现在三月就刚好我个人才刚从大甲妈那里那个感受神恩回来，今天看到你来，你的歌曲就如同救赎别人的一帖良药、欸、真的。我不会驚啊，其实你哪会不会驚啊？你只是说是可能打扮都很火辣一下。没有，你自己讲老实话，从刚刚我们初见，好，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初见，到现在我有驚吗？没有没有，你真放超开的，然后让那个制作人啊，让很多刚刚接近到你的人就觉得哇好开心哦，就觉得你怎么可以让我们这么没有距离感。歌迷应该更期待这种感受、嗯、我的本轮就是这样子，你还会人本轮、欸、我的本人就是这样子、欸、我认真问你哦、喔、如果一边唱都大家台下一直在大合唱，你会觉得很开心或是觉得不要吵？不会啦，我觉得因为那是很就是无法控制的，对，发自内心的，然后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状态。我觉得 我可能会很感动吧。一定要啊、我可能会很感动。对，然后你说终于也好奇怪，这场地真的很难去先做登记吧，所以终于在小巨蛋申请，对，真的，然后也要有一定的实力跟分量才真的在这里能够让大家感受到说、嗯、不虚此行，然后这里真的是一个很棒的享受。你有做好跟以前不一样的什么？除了这个之外，我还有一点就是近乡情怯，这真的对我来讲真的有有有有，因为这么多年，大概有12年的时间、嗯，我没有在、台湾开唱。嗯，那当然，这12年间，我都是一直不停的在工作。是，对。那现在真的，我觉得好难得，很不容易的。然后我居然可以在自己的家乡，而且是在小巨蛋。真的，这也是歌手的一种荣耀。那个、对，荣耀、嗯，而且我自己的心情就会要想要一定要准备到最好这样子。
你就放轻松的就会是最好的。也真的真的。对啊，真的就是松，就是你只要整个放松，其实就会相信粉丝，相信听众，然后你上去就会相信自己，一切都会完美。对。真的，对，而且你的每一次演出一定都有当下最棒的状态嘛。你看我刚刚在讲说，哇，看你之前真的是唱片大江南北，然后终于回到衣锦还乡那种概念。你是跨世纪的天后哎，哈天哪，讲到这些事你也不一定会开心，但这是事实。然后邀请辛晓琪真的很郑重的介绍，这一次你给你的那个演唱会一个很特别的主题，然后你可以跟大家聊聊这件事情。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很希望歌迷来，就是都可以，就像我们的，就像歌迷们第一次听到我的歌的感动，或者是你第一次看到一个女歌手在电视上面为了一首歌然后哭花了双眼的那样子的一个痛，然后让你自己心里面的感受那样的深刻，然后很希望我们都一起回到我们初相遇的初见的那种感受跟地方，所以我们就取了一个名字，这个是一个清朝的词，叫做人生若只如初见。对，你就希望大家回到的那一年刚认识你的时候，然后把那个初心带到你的那个，对，把那个初心带来我们一起。但是后来大家都是因为那个萌发的那个对你的爱的那个芽，然后成为一个可能开出了一朵花，长成了一棵树，也许有人就觉得不开心，然后树砍了人就走了。没有没有，有时候听你的歌吧，就是在那个当下那段心情过去了，那他也许想要挥别一下什么，也许也是一种方法。 对，可以告别你的这个不堪或 不愉快的过去，辛苦哎。然后当一个歌手要做这么多承载别人心情的事情，您没有了，我的荣幸，荣幸，对了，也是我们的开心的事情。然后这一次也有为了这个演唱会有一首算是特别的主题曲，对不对？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也可以请您简单说一下。这个是潘协庆的词曲。那其实我以往跟他合作过还蛮多首歌的，例如说《承认》啊，《当大雨过后》啊，《迷途》啊，这些都是他写的歌。很经典，对。那这一次他依然又给了我一首好歌，那叫《相信爱情》。相信爱情，对，我非常喜欢。真的是因为最近比较相信，以前不相信，然后还是以前太相信了，以前太相信，然后现在比较不相信，也没有。那现在的相信跟以前的相信有什么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以前就真的很相信，就是不用干嘛，就是很相信到就是这就是人生的一切这样。然后现在先要验证一圈之后才相信，没有啦，开玩笑，开玩笑。不会啦，不会，那也是一种勇气啊，感觉也是一个人生的过程。相信很难呢，相信真的是一种100%的投入这样子。对对对对，所以你是一个爱情的动物。可是不是你这样讲，你这样讲我就不承认，不承认。没有，我觉得你要100%的投入，你才可以去享受到那个100%的甜蜜跟美好。我是这样觉得啦。我懂，我懂。我觉得你今天来啊，然后我如果熬不到你现场唱歌，我就很丢脸。不会啊，不会，不要这样子，你不可以这样，你不要这样，你冷静一点。然后我要想要听这首《相信爱情》。可是啊，我知道这首歌现场唱当然也会有一点就是比较不是，对，好像有点干，但只唱一句应该不会怎样吧？就一句就好啦。为这个 MV 你要做一个盛大的看，哎，你今天现场都是仙气耶，你不用带一点天上来的那种 feel。 你说只要一句，对，相信爱情，帮我唱一句，我就帮你播一整支的 MV。 我跟你讲，那一句考办好，好，就这么一句，当然无可代替。你看你自己选了一句都，我自己都想唱，没有没有没有，这是最后一句，你自己说一句的。OK 啊，当然啦，你的任何一句在这里都是开金口，然后辛晓琪就是无可代替，所以今天你用这一句话也为这首歌，我们要为你播出完整 MV 做一个最好的那个算是引言。哦，太好了，真的，好棒哦，真的啊，你对爱情的相信跟你给这个世间男女这么多爱情的抚慰用歌曲也是无可代替的，是吧？太棒了，我们来听你的完整的相信爱情。好好，
何须遮掩，坚强的心也有脆弱的另一面，残霞余晖萧瑟落叶更叫人心碎，第一次以泪眼相对，却不能再紧紧拥抱给彼此安慰，走不完幸福的旅途，归不去来时的路。频频回顾，从满怀希望到失望，反反复复，伤心之负倾巢而出，已不及回眸。我还能再失去什么？当生命中最心酸的痛都已尝过，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以为伤痛会过去，以为自己无可代替，爱无可代替。频频回顾，从满怀希望到失望，反反复复，伤心之负倾巢而出，已不及回眸。我还能再失去什么？当生命中最心酸的痛都已尝过，从此夜深了，我心头再没有不关灯的理由。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的相信爱情，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我也曾经动了心，从此情不自禁，坚定地相信爱情，比在风雪里展示着勇气逆风而行，直到决心结成冰，直到真心燃烧殆尽。曾经动了心，从此情不自禁，坚定地相信爱情，比翼在风雪里展示着勇气逆风而行。我们曾经动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天真地相信爱情，以为曾经失去，曾经过风雨会更珍惜，代替，爱无可代替。看完了。听完了，好听吗？当然好听啊！你的歌不用说好听跟不好听，而是应该说在这个歌里面想到了什么，或是感受到了什么情绪，或是带你去到了哪一段你的生活。那有些事情可能大家真的讲不出来，但有些，但当下就是一定都是对心情上来讲是疗愈的，不然的话，现在线上不会又暴增了2000人，然后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说句真心话，就是像你在歌坛真的啦，就真的好久了，所以大家也一直需要你，
也许说某段时间你特红，也许哪一段时间其实就是稳稳的走着，可是大家都从来也没有想说哎，你不要唱了，没有把我忘记，不会忘记，不会忘记，只是有些时候想起你的方法不见得你喜欢哦，是怎样啊？比方说一直听领悟啊，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对啊。哎，我真的认真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比方说我知道啦，因为你们常常作品很多，其实也都更希望很多新歌被大家知道，对。但是有一些歌就是别人就是忘不了，这对你很困扰吗？因为他就会一直逼你唱。对，可是后来我就觉得我完全了解这种的情况，所以我就 OK 了。真的？对，例如说你到任何一个地方去，他们都一定要求你唱《味道》啊。然后当然他们也会要求唱《领悟》，可是我会跟他们讲说，其实《领悟》这个歌最好要有现场的乐队会比较好。我懂，因为他刚开始是口白嘛，对，然后整个堆砌这样，他是一个大歌啦，我就觉得说啊，这种歌我觉得。应该要有一个很棒的一个氛围唱才会 OK。 那你何不放轻松，就直接就从副歌进就好了。有，所以我在演出的时候，如果他们真的很要求要唱领悟，我都是清唱。对啊，我都会清唱，大家都很期待那种概念。然后我们不要讲领悟这首歌，那如果你辛晓琪你本人，然后你觉得有一首歌啊，就是你希望听你歌的人都会唱的，你希望我们都会唱哪一首歌？如果说你的粉丝听你歌的那个粉丝有300万人，那希望300万人都要会唱的是哪一首？好难哦！怎么会这么贪心，只能选一首？不是我希望好了，我觉得现象是这样，就是300万人都会唱《味道》就是除了领悟之外，就是《味道》对。哎，那你这样子，哎，我怎么就可以叫你 A 呢？不好意思，我还 A 了一声，真是没礼貌。但是我在想说，自己都在发专辑了，然后自己都有这么多好听的歌，然后这么多音乐人帮你量身打造，你有会特喜欢去唱其他什么歌手的那一些歌曲吗？其实老实说，我真的很少去唱 KTV。没空啦，那个数得出来的，因为我觉得我去 KTV 拿麦克风唱歌，我觉得我就在工作。我懂。对，可是有些，例如说有时候跟家人，或者是说真的跟很好的朋友去唱，我还是会去唱别人的歌，我都不会，绝对不会唱自己的歌。对，好啊，那不情之请，哎，歌词帮我印好了吗？我刚刚在那个默默的偷点了一首歌，哎，然后辛晓琪有那个快点啊，拿来了吗？我真的觉得你如果可以唱王菲的歌，应该也是还蛮美败的。王菲，其实我还蛮喜欢唱她的歌的。真的哦，就是在 KTV 我会唱她的歌，也会唱一些 男歌手的歌。男歌手的歌，比方说费玉清嘛，滚石系的我都会唱，然后那个周华健、周杰伦，对，然后周杰伦你会唱周杰伦，然后陶喆，我觉得都会。那你周杰伦唱哪一首歌？快点，拜托你唱给我听。我要看那个歌单呢，我才会点。真的也实在是很坚持。法如雪啦，以前有唱过法如雪，对。你看，你都还是会往那种比较文艺腔的那种，真的吗？一点点，感觉上是，所以你其实人生的品味，在某些注重的事情，是它真的要有点内容，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我好像从小，自己的教育跟接触的，跟自己所学的，因为我从小学音乐嘛，对，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有的这样背景加起来，会让自己变成这样子的一个个性，这样很好啊，就也是一种人生很重要的执着。哎，真的哦。对啊，这为我们第二 part 的活动开场一下，而且我真的很用心的找了这个真的好适合你唱的歌哦，因为你叫做辛晓琪啊，所以就唱棋子这样，就是好像在叫你的名字这样，而且这首歌应该清唱是 OK 的。那我要从哪里唱？你从你开心的点上唱，我们都 OK。那需要先帮你拍手吗？唱完再拍好了。唱完再拍啊，唱完要拍手，大家请准备一下。好，要不然先拍。先拍吗？好，那我们要欢迎辛晓琪。我发觉我好，因为这是不是善变了？不会啊，善变就是女人的天性。我是说，这已经不是只有一句而已，所以这也不是四个字。接下来他会唱一小段，所以我们要为辛晓琪今天在安大明星的第一段清唱拍手，来表达我们的开心的心情。拍手。耶！多谢多谢多谢。好，真的是很老派，还要咳嗓子。想逃离你布下的陷阱，却陷入了另一个困境。我没
输赢的勇气，也没有逃脱的幸运。我像是一颗棋，进退任由你决定。我不是你眼中唯一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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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醉了。那个真的，中午的声音真的就是真的吗？真的你还不满意吗？可是很好听哎，这就是仙女的天籁。别客气了，您就是算是个小小的开嗓。因为呢，刚刚为什么会那个请辛晓琪，就是说凹唱歌还要去唱他唱一首其他人的歌？对，因为啊，你要听他唱自己的歌，就到演唱会去就好。啊、这个 part 演唱会没有。对，真的吗？欸、难说。好，就是现场呢，他突然想到，如果你们要点歌，他也 OK。你知道，你只要能够让他开心，他绝对就是一个最疯狂的女人，在小巨蛋的舞台上。真的，不要让我嗨起来。就让你嗨呀、啊！我们准备让他超时，他已经把要罚的钱都准备好了，所以欢迎大家当天可以好好到那边去欣赏。我真的觉得，就是一个歌手站在舞台上，对我们来说最棒的那种互动，就是。我们要你唱，然后你就唱得也很开心，然后大家就止于你的一直互相之间在要求对方做出一些最极致的无理的要求。没有，其实我觉得哈，我觉得最完美的一个状况就是我自己唱得非常非常的开心跟过瘾，然后呢，听众朋友也听得非常的感动跟投入跟享受，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完美的。我可以想象那个享受，我已经想象到坐在什么特 A 区的位置，可以感受到了。那种氛围，因为我刚就坐在一个特 A 区的地方，听你说你才刚开嗓的声音就如此让人惊艳，然后这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事情。但接下来就是有一件请你忍耐的事情，因为为了就是一直让你唱，我们也不好意思，但总要想个办法让你唱歌。于是乎，我们就只好找一个人来跟你一起唱啊。然后我们要为了找这件事情，然后也要因为演唱会九月嘛，对不对？对对。然后现在大家还在热销您的那个门票当中，希望能够为你那个冲出爆场的好成绩。所以呢，没关系，我们票就稳稳的卖到当天满了就好。但今天呢，就是要先来跟您玩个游戏，玩个连连看的游戏啊。好好奇哦。那如果你赢了的话，我们就反正今天才四月，到九月之前，就这段时间你一定会为演唱会做非常多的准备，就派出一个贴身记者，在你需要的时候 Q 他一下，半夜三点都要去拍的那一种。那这样我今天为你做一个专题，那我今天一定要赢。对对对，但如果你输了的话啊，会怎样？没事，因为这孩子今天也为了这件事情也做了一些牺牲跟练习。牺牲吗？你有这个，他有这个荣幸去坐在。我好奇要牺牲什么？他点把你的歌词都当刺青纹在身上了，因为他知道歌太多，而且就是一种猜测的概念跟感觉。我相信他应该只会唱领悟而已。但是我们还是必须要。那这样很为难他。哪会为难他、啊？不为难，这件事情也是记者的必须。他是我们这边的可爱小编，你看他。装扮都弄好了啊，你还喜欢吗？真的好可爱哦。对对，他就因为你是仙女，然后他想不到天上的仙女还有谁，他把你当嫦娥，所以他打扮成，所以他在我旁边捣蒜吗？是一个玉兔的概念。然后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可爱小编进到我们的那个，哎，自己带板凳哦，这里没有你的椅子，不好意思。好可怜哦。哪会可怜？帮人家准备板凳。没事没事。哎呦，你坐太高。可爱的小编啊，没事。Hello，Hello， 你叫 Hello， 为难你的哦，我要说小姐姐，你好，姐姐好，你好，你好，你好。他就刚来上班不久，然后每次只要有单元都被我 Q 上来，就是一定要啊，因为你知道小朋友就是很活泼，然后他今天就说啊，遇到大姐姐，就不知道怎么办，对，那你们两个啊，反正就是你也知道，你如果赢了也叫胜之不武嘛。那他如果输了也叫做虽败犹荣，所以反正我怎么样都对对对，我就希望说你可以就是收下那个可爱的礼物，然后也就是最后你如果开心，如果他可以的话，你还是可以带他去看演唱会啦。我直接收下他了。OK， 那你没有把我放在眼里，那我不能去看了，真的。我跟你讲，那不如你等也来唱两句。这我来拿，这我来拿。这里面哈、只有九首歌哎，辛晓琪有30张唱片吗？20张专辑，200首，200多首，200多，对。我们只拿了9首出来，你也知道啦，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有的没的，然后就是
画圈圈画叉叉太没有挑战性了、嗯、今天就用唱歌来翻牌的概念。哇，那这些歌呢就是新闻网跟 Vido 这边的朋友，就是大家我们去做了一个小小问卷调查之后确定出来的。其实我也好好奇这九首歌是什么歌。哎，如果这些有不小心会出现在你这个、嗯、这一次的那个人生若只如初见的演唱会上的话、你也可以跟我们偷偷说一下。真的吗？偷偷说就好。好，真的 好。然后现在就开始来比赛了。好，可以吗？所以要先那个，当然让他，你一只手就好，你何必这样欺负？对对对，他先选，先唱第一首。他你先选，没有让他先选的，不是，那怎样？就是因为这些歌也要看看有没有在歌单里面，要看他了不了解你。他也曾经是票选的一员哦，所以我要跟他那个，你要用猜的，不用了，就顺序上就是他先。然后再来就你，然后他唱的那首如果没有我就不会翻牌，所以我就全面点一点。你不用点，你没有资格点。那现在到底怎样？我都不懂。你就任意的唱啊，我任意唱。然后对比方说你现在想唱领悟、那你就说我要唱领悟、然后你就唱一段之后跟我，我就来看看。他接吗？不用接，你唱完之后我来看看他有没有在这里面。所以就一直我在唱就对了，就是翻。没有，他也会一直唱，他也会唱他的，就是各自玩自己的。然后看有没有默契，你看这有默契啊，看你跟辛晓琪的歌有没有默契。好啊，看你跟歌迷有没有默契。好，因为你的两百多首可以变成九首，这已经是音乐课本的等级，应该是精华了吧。这九首精华中的精华，精华中的精华，大概是这种概念，可以吗？嗯，精华在中山北路。没事。好冷哦。超冷。你比我还更会讲。不要这样，我是有小明跟小华每天约在家门口碰头，最后他们都脑震荡。喂，哦好，没事，他们是要想冷笑，我再提供给你，拜托我再帮你那个想。那人家本来人家在吃饭、现在都吃不下了，我跟你讲。哪会啊？中午就是让大家开心，他们看到你来就是如同感受到妈祖出巡的一般的。又来了，你今天见到我讲几次妈祖了？妈祖很重要哎，现在是农历三月，大家都在看妈祖啊。然后今天看安安大明星的辛晓琪。维纳斯你准备好、他叫维纳斯。维纳斯不好意思，就是他的艺名比较多啦。那也可以叫他，对，你可以叫小兔，他今天反正有小兔。对，好了，叫小兔好了。你今天叫小兔。 小兔那你先来一首好了。小兔听好了，好，听好了。小兔先自己唱第一首歌。我要先唱那个新歌，相信爱情。所以是到底是我要唱还是他唱啦、他先唱。我就跟你说你要放单首让他。哦，我要放单首让他。对，他先唱第一首歌，然后看他会不会去唱到。因为他一定知道牌放在哪里啊、所以第一首他就是想要先偷吃布的意思。哦，这样好。你要评分他唱的好不好？但我还是会把牌翻出来。好好。好。已经破20000了这位太太。好。没事。耶。耶。好我也曾经伤透了心，却仍旧一意孤行，坚定的相信爱情。好。关于走音的部分，你个人有什么想法？他一边唱一边在抖、他在抖啊，他在你旁边不抖的话，他还是人吗？你是天后哎呦，那刚刚那种叫做神力的加持哦，你可以先给他一点评价。我要准备把牌子翻出来，你也知道这首歌一定在那个位置的。他唱得非常棒啊，我觉得你只是说，例如说有四句的话，大概有四个 key 这样。对不起，小兔，小兔，对不起，小兔。是啦，但你也知道，就是他唱的这首歌一定在中间的位置啊。哦，真的、一定的、我会来，我帮你啦。不要啦，我们这样把这个。我把它翻开。相信爱情。真的耶。因为我们为了要让他获胜啊，所以一定要让他得到中间的这个，所以你现在你唱的歌就会出现在旁边了。那换辛晓琪唱歌，你觉得这里的人会想要听你唱什么歌？就是如果让他们想到辛晓琪、我觉得这首一定很多人想要听。好，你说、不用你说，你唱。可是我想忘记副歌，我就从前面唱，你就唱到你开心的那一段，跟我说你唱。这歌一定很多人想听。好，你说。承认吧，对我还有好多感觉，只是你不敢再亏欠。我看就这样算了吧，就这样散了吧，至少你不会辜负了他，对不对？忐忑。我是什么啦？承认。你讲错了。承认啦。你讲错了，要不要罚？你要怎么罚？不用罚啦，我刚刚讲承认。我为什么心里一直在想忐忑？因为你很忐忑。我有点忐忑，因为我不知道承认放在哪一格。你们没有人跟我讲，我现在不敢乱翻牌子。你等我。你自己都忘记。那这样我就会看到了。
你要偷看吗？真的假的？找到了耶！真的耶！真的就是，我跟你讲，我们都没有套好，我根本不知道没有套，没有套，你不会知道的。没有，我根本不知道他们里面有什么歌。哎，那我要做这样做标记啊，才知道谁得分。所以这样，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必须要唱对这个，对不对？对，我就赢了，对不对？哦，好难呢。你是当作中间那个是你开出来的歌吗？你是完全就是在状况外玩游戏？没有，我是说他，你阻断了他连中间这条线的一种那个。决心而已啊，这是他，当然啦，然后这是我啦，是，所以你要连，哦、了解，就是你也开在一个蛮辛苦的位置，哦、你只能连最底下那三首歌了，如果没有的话，真的耶，就今天就是白忙一场的概念，也蛮好的，中午还没吃饭，不要太生气。维纳斯，那你哦，原来是这样，当然很难玩呢。小兔，你要不要给我那个透露一下？不可以，小兔不可以透露。左右两首是什么？我们今天就是逼你唱完九首歌的概念、啊。左右两首是什么？快点。嗯，有关女人的歌。真的对，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啦。好，对，那小兔你来唱一下你的第二首歌、嗯、啊，他还要唱啊？要啊，他要跟你 PK 哎、欸哦，然后最后看谁连线哎、哦欸，你们各自获胜都有礼物的。没有，我以为啊，那这样我明白这个游戏了，就是说、啊、想不到我的主持方式让你完全都无法明白游戏的内容。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要很就要记得说这是他唱的，然后这是我唱的。对啊，我会帮你写，我帮你写，你会帮我，对，要记下来，这是他，你就画一个圈还是哪里在哪里这样子。好，好啊，好好好好。好，辛晓琪，小兔，小兔 ，Rabbit， 好。哦，好，第二首，该你了。好，一双手，一个梦，生命因你而独特，许下承诺，让我一生陪你走。哎呦，不简单哎。怎么了？怎么了？因为这歌很高。所以他这是有，他是有两个 key 而已。我觉得你好烂，你为什么要打我？我是讲得很好。小兔，你唱这首歌，这首歌为什么对你有特别的意义？为什么你要唱这首歌？因为那个时候广告打很大，哦、oh. ，所以就会一直听到广告的歌，然后就记起来，对，就知道了，对不对？对，真的。所以广告还是要打的。真的啊，广告打听到了吗？广告还是要打的。好好欸、这首歌又不知道它放在哪里了。它叫做《承诺》。我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我看一下在哪里哦。承好，你又忘记在哪了。对啊，因为我承诺，承诺，对，有这首吗？没有这首歌哎、欸，怎么可能？啊、他怎么看？哦，真的吗？没有、啊、没有。哎、欸，你有两百多首，唱错一首也是理所当然的、啊。我只有跟他说第一名的拿掉而已啊，就是 他搞不好以为是承认，因为承认承诺差一个字而已。没有，他怎么可能？他都还跟你，他都自己说歌名了，他哪可能？对啊，他都已经纹来，把你的纹身给姐姐看一下。来，那姐姐不值得不相信你去纹身他的歌词。真的啦，他差点就是他本来要去纹经文的，他觉得还不如纹你的。喂，你不可以这样。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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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啊，该你了该你了。该我啊。对，哎、欸，你唱的也有可能没有在里面呢、欸。那他刚刚有提示我啊，他说比较女人的、哦、有没有？天哪，你这个奸诈鬼！我是。哎，你名词好多、哦，你一点，你好好说好好，你有歌好好唱。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我们一样有最脆弱的灵魂。世间男子已经太会伤人，你怎么忍心再给我伤痕？一定有吧？当然有啊！应该有哦，应该有啊！就这么淘，这歌这么重要。刚刚说女人有啊，这歌就是各种比赛啊，还有很多人喜欢点歌，然后还有互扯头发之后一定都会这样子。女人对，举办八点档唱完了那种小三跟正宫。哦，在哪里？在哪里？事情就大条了，对不对？不对，你让我看到，我看到其实也没关系，对不对？因为他可以先唱那首。完了，没有在这两边。哎呦！啊！在这里。哇，那我等一下又要再想让你唱多一点。我又再重新做工了，对不对？对对对。因为这就是没关系，只能这样子跟这样子。没有，我可以帮你做一件，你不准唱忐忑。就这样就好啦，哎呦，因为你又不知道这首是什么，对，我不知道。那你可以先，忐忑是辛晓琪要唱的，你不准唱。OK OK， 你如果唱了的话，你明天就不要来上班了，可以吗？好，好，可以。那小兔该你再来唱一首歌。好，不然不要这样好了，你叫他唱。我叫他唱哪一首、啊？给他一首歌名，让他唱。我给他一首歌名。当然当然。哈，那如果不会怎么办？那我给你一首最简单的、嗯。当然啦、啊，好不好？好。领悟。好。
唱啊。但领悟没有在这里面哦。对啊，所以你不懂他姐姐的意思，就是他没有让你连线啊。对啊。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我觉得我还是比较想听你唱。拜托你唱两句，抚慰一下我心。我现在很激动。刚刚前面是他在试音 key 上，对不对？他有这首歌是没有在 key 上，他没有 key 上，没有啦。你冷静一点，所以你可以对不起没事没事。小兔小兔小兔好可爱哦。你可以回到打钥匙的店嘛，帮我们找一下 key 在哪里。我拜托你，我求你，哎、你千百个不愿意都应该要救赎一下刚刚听到这首领悟的人现在受伤的心情。你不可以不管我们这些。管我们的心，所以我要唱一下，唱两句。啊，多么痛的领悟，你曾是我的全部。可以，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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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我今天竟然可以那个直接叫你这样唱这首歌，我也真的很大胆。真的，对，我要回敬你的一件事情就是。嗯，我直接把那张牌翻出来给你唱那首歌，这样子。哦，太棒了，太棒了！是什么？啊，这首歌哦。啊，我忘了问你要连上面还是连楼下，因为我不能不行啦，因为这首是你知道的，我不能再对啊，所以我是给你一个机会。哇，这首歌我跟你讲，我真的要想一下。没关系，小兔提醒他一下。这是对唱的嘛？对啊，什么？我也只知道副歌那什么。这个华健对唱的。对对对，什么？那副歌怎么唱？副歌就是很激动，那每个爱心每个爱心都危险啊，什么这样这样对吧？而且有点那个。欸、没有，我现在好好奇他刚开始是怎么唱。你的歌哦，的副歌都太让人印象深刻了。等一下，我现在很想想起来他的刚开始是怎么唱。没关系，那你先唱忐忑好了。好。然后来人拿，先把那个每个爱情都危险的 MV 找出来，等一下让你。知道你刚刚讲那个每个爱情都危险。对，而且那里你唱得好好听。每时开始都飞车缠绵，也能相爱无视每个春天。然而他却一点点，好一点点，他一点一点改变。哇！算了，算唱了。当然唱啊，当然唱，算当然算。而且你直接就是忽然想到，没有，这也是要告诉你说，就是准备一场演唱会，你辛苦了，你自己200多首歌，然后你还要记旋律，还要记他怎么开场，然后怎么歌词进来、嗯。所以如果在台上忘记，我们会原谅你的，真的啦，认真、嗯，你不准唱忐忑。那我唱，对，现在换他了，我唱童话好了。你唱什么？童话，童话，童话。我看一下，哦、好。遗憾不能爱，在生命开始那天那一年，一起梦想少年童年，多少改变，会有个够改变。我们只好爱到童话磨灭那分那秒间。微笑的庆祝幸福，牵手纪念，永远的永远都缠绵。哇，你可以离职了，你得到你人生来这里上班，可以跟辛晓琪合唱，你真的可以离职了、欸，真的，因为这首歌你也没有选到在九宫格里面，但是他帮你唱完了，对，真的。可是我觉得小兔真的很棒，因为他的声音都是属于高亢型。有有有，他为了你选的歌有没有都是高的。我也必须跟你说一下他的用心。他知道你是个女高音。嗯。他今天进来的时候一直跟我说，所以我要一直用假音唱歌吗？我就强迫他说是。真的吗？所以他今天从头到尾都必须这样子唱歌、欸。那你要不要用真音唱歌？不用，你不要逼他。唱个歌给我。他习惯了。不用是我的歌没关系，我很想听他用真音唱歌。他现在已经回不去了。我可以确定他回不去，因为他要让这个节目完成，所以他现在回去的话，我怕观众也不喜欢，他还是维持在这种状态。你真的要唱真音吗？不用不用，这样就好。你看是他用真音跟你说不用不用，这样就可以。不用不用不用。那我要跟你说一声恭喜，就是你完全在这里面就是帮他打了一首歌，好，真的是人生的哎、欸，但是你得到跟辛晓琪的合唱了，这比合照还要还厉害。当然啦、啊，合照就是拍照，大家遇到都有合唱。要有麦克风才有，哎、欸，真的，真的，而且他刚好你有空跟心情好才有。嗯、为了让你多唱一首歌，
眼看我你先不要唱忐忑，你不能多唱另外一首歌吗？然后忐忑再唱、哦、你就再唱两首，你就再唱两首歌嘛、哦、然后最后再唱忐忑，那我看你自己有没有跟民众贴近在一起。你可以再问小兔，你不要再问他，他唱的歌都好冷门哦。不是冷门，就是 他唱的歌都不在这里面啊、哦。好吧，我其实心目中还有一首歌，我知道你刚刚讲了老半天，然后自己都还不唱，我也真的觉得你很有事。我有讲吗？有啊，我刚不是说三百多万人那个什么什么的那歌，那歌怎么可能三百万人都会唱、欸？哦，那一首啊、哦，我讲我歌真的太多，我知道，我想到是另外一首。哦、那就唱这首。不要不要，你唱另外一首。那三百多万人，人家都会唱的。那首我不要，那我等一下叫他唱就好。拜托你唱另外一首，拜托你等下唱味道好。好，味道你会唱吗？好好好，会啦。他不会唱味道，他就直接就能好，因为我觉得这个歌对我来讲也有点重要，而且我觉得很多人都只要是我的死忠歌迷都会很喜欢这首，我们也喜欢，听听看。好，但我在你背影守候已久，守候你偶然回头的笑容。谢谢你耶，对不对？对，这是我认识辛晓琪的第一首歌耶，在很小的时候念书的时候，这首歌真的很有，在那个当时很受到大家校园里面的一些学生的喜欢，也不知道说不上来为什么。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唱了好，应该有六十几场的校园，好可怕、哦！这首歌在学校很红哎，就是什么什么吉他社什么社，大家都会想要。对，然后这首歌真的很红，可是是谁唱的，人家都不知道。知道啦，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骗你，没有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是真的歌红人不红，真的。我那个时候我没有起来，可是这个歌真的很多人都知道。可是真的很红，那你这次演唱会会唱吧？你觉得呢？一定要唱的啊！这歌这么重要，这歌也算是你初入歌坛的时候给大家的第一次震撼的印象。嗯，而且那种歌就是一种温柔的钻进你的心里面，然后在那个地方帮你安抚你受伤的心灵的那种概念跟感觉。嗯，真的很棒哎、欸嗯！这首歌没有在这个九宫格里面啊，也没有啊，但是很重要啊。他们你就知道大家喜欢俗美。不要这样子，这个年代都是这样子的。俗美也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氛围，也是一种美，好不好？俗美最美，就是一首歌唱出来，全世界都跟你合唱的歌最美，嗯、不是吗？是，就是极俗美。而且你一定有一些你也很喜欢的《阳春白雪》的几首歌，你也可以唱到自嗨，我们也 OK。不会啦。嗯、不会了，我希望大家一起嗨。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我觉得是演唱会这真的比较重要。在他唱忐忑之前、嗯、你还有一首歌的扣打，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啊、味道、哦、对，你要唱味道，对对对、嗯、然后你要唱到让辛晓琪来纠正你，然后他才会跟你合唱。你不可以唱太准。好好，因为你刚刚就是没有唱准他才唱的啊，要记得高八度。他今天的就是这样，味道他不会唱不准，因为他也不会唱错，因为那个歌词大家都会。我知道，对不对？嗯。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味道，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其中曾被爱的味道，我只能说真的是功亏一篑。好好，先鼓掌，鼓掌，鼓掌，鼓掌。我正想要赞美你说你终于踩在 key 上面了，最后你还是坐着滑梯往下走了。而且，可是小兔真的这一首唱的最好。我也觉得啊，因为前面都很稳，哦、就是有一种说唱到这里的话可以得九十分，然后接下来就立刻，然后从那个音开始，对，那你可以唱标准版嘛？因为他一开始歌词都唱错了。哎，那这刚那句是什么？歌词是什么？就是想念你的外套啊，他没有唱到外套，那就一直在那边味道味道、啊。这最后一句什么？演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啊，不是不是不是，就你那个音下去的时候，那个从那个音开始，你的 key 就手指淡淡烟草什么什么那里，他从烟草那里就下去了。哪一句？真的啦，他从什么手指淡淡？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我是说这个音呢、啊，哦，他就已经
对对对，他已经划走了、欸。真的，你好棒，你把他的老师魂都激出来。你曾经也是个音乐老师吗？啊、钢琴老师。对，钢琴老师，然后也有短暂教过人家声乐唱歌。啊，好棒哦！真的，你今天教小兔唱歌，哎，你真的可以离职了。你今天又合唱又，真的、啊，那你就注定了啊！你就是好好去帮他记录一下他的那个准备演唱会的过程。可是你为了表示给他的礼物啊，你就是唱一下味道之后再唱忐忑，然后结束今天九宫格这种很拖时间的游戏，好好玩哦！你终于自己讲了吧？哪会啊？这大家现在线上最开心，大家都没有走啊，就是想要听你唱歌。哦，那现在就唱这一首了。你先唱味道啦。刚刚不是唱过了吗？啊、你唱只有唱味道这样而已。我要是你唱，至少来一小段。我刚刚已经有从副歌开始唱了耶。这样不可以，那是他的 key， 你唱你的 key 啦。啊、就是一样的、啊。不一样，快点。你忘记他高八度了吗？没有，我给你拜托你唱一下，我真的要抚慰一下刚刚受伤的耳朵。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的味道。其实你演唱会可以很满 OK， 你演唱会不用乐那个找乐团啦，好浪费钱哦、喔。为什么？就你就叫我清唱吗？当然啦，你叫我从头清唱到尾吗？你叫清唱期啊，就从到我进，可以 OK 吗？哪有这一种的？那你音乐老师哎、欸，不要，不然你就自己上一台钢琴自弹自唱啊、哦！不要，累死我了。不会啦，你又没有要跳舞，不然你唱蔡依林的 Play。你以为我不会唱吗？我只啊耶！ Yeah, 我要听 play， 我真的不会唱，好烂哦！你骗我。好啦，你快点唱《忐忑》，做今天那个小小默契九宫格的一个小小 ending， 然后我再把其他的歌翻出来给你看。忐忑，好。好，嗯。我忐忑的心，我忐忑的心，起落的不能停，忽而忧，忽而喜，对于爱原来我不曾免疫。我忐忑的心，我忐忑的心，辗转的不能眠。啦啦啦，啦啦啦。哒哩哒吧哒哒的记忆，是我熟悉的曾经。耶、yeah, ，我们听到忘词版了，太嗨了。对，词忘了。没事没事，这就是最重要的，因为那个小巨蛋有提词机可以帮助你，但是就是可以帮你省一点时间。一直记一些事情也真的辛苦啦，对，要记很多事。没有没有没有，而且这件事情告诉我们，哎、欸，以前辛晓琪唱歌啊，都是那种很文艺腔的、欸，忐忑这种词也可以当歌名，全世界也只有你而已。而且我唱这首歌，我才知道这两个字怎么写。哦，真的吗？你也太幽默了吧？这首歌是啊，味道有在里面。有啊，我刚刚说有啊，所以这首你猜是什么？猜不了哎、欸。好啊。无声语，你看他们喜欢，你要唱两句吗？啊，拜托啦，都翻了，唱一下啦。那天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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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一身这雨，我会哒哒，就要从今天起不那么消极。我用真的心去自信，天上星，看街上风景，早该忘了的事，我不会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答，哇塞！好好好，没有，只要在那哒哒哒哒哒哒这样都哼得出来就是了。哎，这歌这么简单？这什么？你的电音歌啊？哦，对。好，再来。今天他没有要电音，我有感受到他的。哦，这你很会啦。你有想要唱吗？你不唱我也没，我们也 OK。你想唱我们也很开心。是是我想想看哈。好。总有人永不知足，总有人装不在乎，兜兜转转迷了路，对不对？对，好像是。是，就是。是是是。耶、yeah ！哇，这些歌，我看一下哈。小兔，你要尖叫啊！哦、你有听过兔子的尖叫吗？大概就是刚刚那个概念。
好啦，这些我等一下偷偷告诉你有几首在里面。不要，你就现在直接说不用偷偷。真的吗？又没关系，就先有一种歌单。欸，你要唱三十几首，这也才九首，三分之一而已。大概有七八首都在，而且也许他们就是个组曲啊，一次就唱完。七八首都在，好棒哦！所以我们其实还很贴近那个对观众喜欢的事。对对对对。欸，你赢了。我赢了吗？对啊，等一下把电话给姐姐的助理。好，你以为你可以打给姐姐？开玩笑，当然不行啊！那给助理，然后那个记得要去帮他做一个演唱会特辑，当然太好了。然后在三立新闻网上面，谢谢，然后先叫他把今天他跟你唱歌的心得写在他自己的部落格。好，然后发表一下。他是那个这边是脸书还是部落格？没有，他自己有社群，他这边有社群。Oh, OK OK OK， 对，好，就是一个小编今天的跟辛晓琪的合唱。天哪，你合唱哎、欸、的心得，对不 对, 对？跟你合唱过的男歌手包括多了嘞，讲懒得笑笑他啊，李宗盛哦，你哪根葱啊？来，周华健、啊，你可以下班了，真的。哎、欸啊，还有一个超级巨星，真的，嗯，张国荣，对。哎、欸，你很厉害耶！你不止首首经典，然后也让我们今天可以在现场熬到你清唱，唱到大家都很安静的不知道，唱到已经没有没有没有太多首，他们都神游了，仙女来到这里带着我们升天。不要吧！我是说你的歌声让我们整个状态上非常的开心跟愉快。然后呢，我们的那个节目都有个梦想版，其实那个辛晓琪刚刚已经写好了，但是今天我们为了要有一个更特别的留念，嗯，你的那个演唱会的主题“人生若只如初见”这句话，对你就当它成为主题之后，对你有一个新产生出来的心情或想法吗？嗯嗯，应该有，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整个。For the first time， 哎、欸，对呀、啊，啊，你应该唱这首歌的英文歌啊，那时候那不是一首那个电影主题曲 ，Kenny Logan 是唱的，不是啦，我说有啦，我说那个英文名字啦，哦哦哦，对对对，我说你也可以，你英文歌那么好听，哦、有啦、啊，我是随便提供给你一个 idea 而已，对啊，快点，你要落款写下人生若只如初见，因为他你刚刚赢了啊，就是一定要这样，一定要这样，没有你开心写，因为这是作为那个。就是小兔要去帮你做的那个专题报道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哇，现在就是如同大师在用书法落款的概念。对啊，2018嘛，对不对？就这样，好，这是辛晓琪2018年9月29号晚上7:30，对，要在小巨蛋跟大家见面，真的，嗯。然后你现在的心情就是如同要去见很多素未谋面的老朋友，对。但也有可能，其实很多人跟着你很久，你会很常跟歌迷有一些联系吗？有，我们很亲密的，我们都出去旅行。哦，小英家族，哇，对。所以你跟一些早先时候有一些歌迷，真的有时候真的像家人一样。对，现在追星有现在新的追星的文化啦。对，然后有新的粉丝进来，很开心，有90后、00后的。对啊，对，那希望他们也都到演唱会，大家都越来越熟，越来越亲近，然后也会成为一家人这样子。一定要，一定要，一定要，因为这感觉真的很重要。你的歌声给这么多人这么多的陪伴，然后这是辛晓琪今天的梦想版。啊，没事，让我来。辛晓琪鼓励大家，也跟大家说梦想。对他来说的意义大概是梦想就是如初见般的简单与美好、对，就是这是一种就是人生想要去追求的一个类似像目标或是是一个境界，对，但他永远应该都是如你跟人初见般，那时候都没有什么杂质，是，就保持着这种初心，然后去跟你的梦想靠近。对，没错，好会讲，真的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概念，然后这就是今天你们看到辛晓琪可以得到的那种心情上的震撼，一直都是如此，让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改变。嗯嗯嗯，然后都一直让人觉得很愉快跟开心。嗯嗯，重点是疗愈啦，可以疗愈别人真的是功德无量，如同之前好多记者采访你最爱讲的这句话，也是我的福报，我觉得真的就是有这么多朋友可以听到我的歌。嗯，
然后对他的能够有一些慰藉，或者是说在你的人生上面有一段时间是陪伴你的，是，这对我来讲都是一个福报，很棒很棒，感谢，真的，九月二十九号这些想要有福报的。不是啦，不是啦，九月二十九号，就让我们一起在小巨蛋里面感受一下你给我们最大的回味吧。我们一起在真的就让你唱歌，如同在就是歌颂一些什么世间的美好，然后让大家一起在那个地方忘掉辛苦，忘掉烦恼，忘掉不开心，然后跟忧伤道别，然后让那里好好的来释放或者是享受三个钟头。如果在上面你一唱，全台底下的人都一起哭，也是一个很强大的能量，一起宣泄掉，希望辛晓琪带给大家就是更多更多坚强往前走的心意，这样一定要，一定会，一定要，对，好荣幸今天跟你有这样一段时间的对话，然后谢谢你今天给我们这么棒的就是礼物，都要靠你唱歌，然后还在中午的时间，不用担心，你的歌声在任何时刻对我们来说都是天籁。谢谢建安，谢谢，谢谢你，祝你演唱会一定要爆场，谢谢，然后一定要找更多时间跟很多人一直在见面的这个状态当中，一定要，然后一定要一直的，就是跟歌迷在一起，一定要，一定要，好开心。然后今天也谢谢观看的网友们，真的谢谢你们。安娜明星这一段，这个将会成为一个那个可以一直回看的节目，然后欢迎大家在这里面找到更有趣的辛晓琪，更温暖的辛晓琪，还有唱其他歌手歌曲的辛晓琪。演唱会见喽！演唱会见，祝你爆场，谢谢辛晓琪，拜拜，谢谢大家，安娜明星下次见，拜拜。你要的全都在这里，安安大明星，你要的无限量供应。以前有一阵子我真的很排斥这个封号，因为我总觉得我走不出领悟这个框框，老实说我觉得很烦，对，因为唱太多次了，可是我还唱了很多其他的歌呀，然后我的个性其实也不是那样的，然后可是我又心里头又知道，就是说这个歌你会被要求唱是被需要的，因为他们其实就是想要听你唱，所以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排斥，人家都跟我讲说，例如说这个表演或这个活动要唱礼物，不要，我马上一口就回绝。所以在那段时间我发觉，就是说可能底下的观众朋友他们会觉得说有一点失落感，就是说他们好像有一个期待啊，我今天去看辛晓琪的表演，那样我要听领悟，结果我没有唱。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唱《领悟》的那种的感触跟是更深刻，就是不是说像刚开始的时候，其实《领悟》它就是一个情伤，可是我觉得现在是因为我自己这么些年来我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然后我自己发生了很多事情，其实我觉得我可以聊，不要讲那么大了，不过就是人生上面的一些，可能每个人都会发生，每个人都，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就要去面对的一些事情的这种伤，我觉得是这样。九月二十九，辛晓琪首次台北小巨蛋《人生若只如初见》演唱会，4月15号下午1点 ，KK Tix 全家 Family Pool 同步开卖。